信女友挺大度，选婴儿床。四大天王终于全部当爸爸了。高能一辈子，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，此文为高能一辈子原创，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，转载请后台联系，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。上周港媒突然爆出51岁的黎明有新的女朋友，而这位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女助理阿Win。阿Win外形与前妻乐金有些神似，年仅32岁，之前还曾是李野婷的助理。阿Win虽然不是大美女，据说还曾有过一次婚事，不过她个性开朗，在黎明深陷离婚丧父打击时陪伴左右，两人因此日久生情。女助手阿Win已经搬入黎明在香港的豪宅，这家豪宅她早在2008年花6000万港币买下，是与乐基儿的爱巢。没想到今天阿Win又被爆出已怀孕6个月的消息。日前她被拍到从黎明家出发逛街，先是去车行试坐7人豪车，然后又去母婴店看婴儿床。从她的身材看，肚子可能有6个月大，而且全身名牌，看得出黎明还是非常宠爱她的。据说唱片公司的同事知道阿Win怀疑后都很惊讶，表示没想到老板进度这么快。虽然当事人还未回应，但是黎明前妻乐基儿似乎知道内情，他向记者喊话恭喜他们，也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他们值得大家的祝福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么四大天王就都当上爸爸了。香港四大天王是指20世纪90年代4位在香港受欢迎的男歌手，分别是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郭富城及黎明。四大天王中，张学友是结婚最早的，1986年，张学友与香港女演员罗美薇相恋，期间两人分手后又复合。1996年2月15日，张学友和罗美薇在英国伦敦注册结婚，之后在香港登报告知亲友歌迷。2000年，张学友的大女儿张瑶华出生。2005年，张学友的次女张瑶萱出生，两个女儿亭亭玉立。其中有一个长大后和妈妈非常像，刘德华的恋情就非常低调，他与朱丽倩交往后出于个人隐私及顾及粉丝感受一直没有公开。2008年6月23日，刘德华与朱丽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。公开恋情后，刘德华还曾受到舆论的攻击。2012年5月9日，刘德华的妻子朱丽倩生下一个女儿。对女儿的保护，
刘德华也是十分严谨，只在粉丝会上公开或者被记者拍到。相对于刘德华和张学友，郭富城和黎明的恋情就比较丰富。郭富城曾与钟丽缇、熊黛林等女星交往，但无疾而终。2015年12月1日，他与小22岁的女友方圆公开恋情。2017年3月，52岁的郭富城与方圆在香港注册结婚。4月18日，两人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婚宴，双方亲人及经理人小美、好友张智霖、沈佳伟等出席。9月份，方圆就生下了宝贝女儿。她的女儿非常可爱。黎明先后曾与李嘉欣、舒淇等女星交往。2000年，黎明和乐基儿初相识。2008年3月13日，二人在马尔代夫举行婚礼。2012年10月3日，黎明通过其公司宣布与乐基儿离婚。离婚后，黎明未再有新的恋情公开，直到上周港媒踢爆的阿Win。目前黎明方面还没有回应，如果港媒说的属实的话，就要恭喜黎明了。做有深度的心灵 SPA 和有格调的故事，喜欢请分享哦，么哒。一解换新 logo 卡，各位闺蜜认准正版。都市男女的心灵 SPA， 依学术的严谨看贵圈，未经许可，谢绝转载。